雷洪一跟老婆 and 闺蜜出国，人证就好，一张腰男篮练餐被打枪。有机会我带你们去。好说好。什么时候要去啊？资深演员雷洪31号出席新戏记者会，近期老婆要跟闺蜜飞韩国玩，没想到雷爸硬要 play 完。老婆答应说你可以参与他跟闺蜜的，对啊，可以啊。我跟闺蜜呢？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人只要正，你不正，漂亮的一种，答不答应那就另外一码事，懂吗？哪一种正？哪一种正？你人正的话，根本就不答应，答应都是正。那想聊天怎么办？我们自己要聪明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，人家在那边聊那个，你还坐在那边，你能聊什么东西呢？那你干嘛去？是啊，那怎么睡啊？就你跟两个跟闺蜜们一起睡，这个就扎针了，哇！不要聊进去了，把就用了。要把明天我们戏名写成最佳闺蜜。回归到雷爸的专业领域，他还继续自曝。我们以前的演员，刚开始都对演员说会有比较好感的这种女演员，对，我说好像抱她、背她，本来你一直都可以 OK 的，就会有这个事。我不能讲，因为你这样讲了，不好意思的。导演没有其他人，导演说怎么了？没有导演，不好意思。脚有点不太稳，再来一个，来重新飞了。他接我会前几个，比较会的，男演员动作好，少会接，有时候会。现在你自己说，你不要看别的，你要比安静是吧？你接吻的时候会，没有回答。我如果跟男生演的时候，我才会故意的去。为什么？故意的去，欸，那很难的，男男的基因很难。哦，这是我现在很想挑战的。好变哦，变哦。尤其又跟雷爸，不好意思。你喜欢雷爸这种性格？雷爸是非常的帅气，然后非常的气概的，可以跟雷爸是历史。所以你看这个闺蜜的角色，男男的。不要皱眉头，雷娃，不要皱眉，要接受不了。想接受的是尤安顺。